13万人爆怒火，试坏弹茶，好鬼爽！大家诉求不同，不过目标一致。梁振英，下台！梁振英，梁振英。寒风冇令到佢哋退缩，反而士气更加高涨。佢唔落佢唔得噶，俾佢做多两年，我死路一条噶，唔系佢死啊，我死啊！个动自己人毛泽东啊，你知唔知啊？而家个政府嘅领导人咧，系将虚假同埋大话变成常态，对社会系好大影响。不过 CY 仲未止死啊，拉埋一家大细去大埔探查。陈振话有13万人反 CY， 港大同警察分别话有3万、27人上街。佢讲啲嘢根本冇人信嘅，讲嘅大话佢自己都唔信。CY 臭名远播，连中共喉舌新华社都有报道港人叫 CY 落台，更加有大陆双飞巴山长水远走出嚟。眼下的这种环境来说，慢慢越来越靠近内地政治环境，越来越靠近。梁振英系啊，佢系会带咗成班人，带啲成班坏人入去嘅。佢只要带一个落台咧，啲坏人就会走晒啦。系咪包括佢啊？我话成日都好受欢迎噶。刘东华最想拍啦呢个，点解嘅？三姓家奴啊，同埋好似见利忘义，即系好似食碗底反，即系食碗面反碗底咁样咯。叫佢嗰个刘江华早唞啦，睇咗咁多年，大家都知道佢嘅嘴脸咯。咁冇理由选唔到又俾翻18万一个月佢噶。咁呢樣嘢真係天理不容咯！梁振英政府咧，只係上台咗幾個月，已經有10多万嘅市民咧，係願意喺今日咁寒冷嘅一日走出街去抗議呢一個政府，要求佢落台嘅話，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俾一個正面嘅回應。完咗遊行之後，林鄭繼續留守政府總部，萬人為勝，政府體力繼續懶理。林鄭淨係話會小心聽市民意見，同埋唔想打記者喎。